我没有赢家，有赢到啊，因为本来是要到龙井的区公所啊，他是到了区公所，我们在前面入口赢家，另外呢，然后他进去那个龙井区公所，然后摇了一下，你也知道这个粉红色超跑哈，是随心所欲啊，这个信众啊，大家哈都要东南西北啊，不晓得如何站了、啊，这个也我想也是这个白沙屯妈祖啊。他为大家津津乐道，后来他是到隔壁的那个派出所，所以我们在那里上香。好好好，昨天很圆满。
健康，感谢妈祖婆，协助一只新信息，一只来接卡，哦，真正感谢，大家帮加持一下。Whoa!